之轮，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新人的状态了。然后一直等到了2016年才来到昆山。刚刚的这一首歌是一首新歌，叫做《808》，它会是一种不同的心情，一种快乐的心情。所以第一时间希望先把这个快乐的节奏带给大家。那接下来呢，因为很难得的机会，不好意思，王彻点，王彻点。准备的是一些，也许我们可以显得更熟悉。你好，王彻点，就拉近下去，特别是那么远的后面的我都看不清楚，但是可以让我听到你跟我一起唱话是吗？可以。你们呢？我一起来唱这一首放心。
各位在个人的演唱会上面的时候才会唱，或者是到了你跟昆山比较接近的地方，感觉上比较多应该是上海啊、杭州啊，然后今天第一次来到昆山，也希望把这一首重心那么远吗？这里的这一首歌，重心那么远，今天现场这么近那么远，我去，这么近那么远。上次苏州也是，把你们的欲望举起来，快快快，离后面一点，快点。Thank you.
现在是中秋节的期间，当然这也是一个祝福，祝大家节假快乐。看到你是大家中秋节最大的快乐。谢谢谢谢。那你对崔真歌山有没有什么印象呢？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刚刚唱完前三首歌的印象，因为我来到昆山，我就直接来到了这个场馆。然后今天你们就是我对昆山的第一印象。那么在这边有一个小的问题了，那么我们说呢，在昆山有昆曲叫做百戏之祖，当然了，在我们昆山有阳澄湖，阳澄湖的有大螃蟹，听说您是四川人，挺喜欢吃辣，以前吃过螃蟹吗？吃过，我吃过阳澄湖的大闸蟹。哦，你们想不想请我们的亮爷吃大螃蟹尝尝？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大闸蟹的故事。好啊。因为我第一次有朋友送我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，我很开心，我想说这里正宗的，然后我就很珍惜。然后呢，我晚上因为还有很长的时间啊，我想它是湖里捞起来的嘛，所以我怕它会干，我就把它泡在了水池里面。然后当我晚上再去呼唤的时候，别人都可能冷的要死了，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对，所以那是非常遗憾的一次。然后后来我终于知道，原来大闸蟹每过多长时间是应该需要吃满一口口气。那你现在来到我们昆山，真的是可以吃到大闸蟹，我想很多人排着队想要请你吃，是不是？好累啊！谢谢上场，我一定有这个口福的。哎，那我看到你昨天发的微博了，据说有一只小狗狗。Longer 因为他就朝我的车跑过来，我又怕会撞到他，然后我下车看他就一直趴在我车底下走，然后就把他抱起来，然后走一段路，我就问了一下附近的人家，都说不认识他，然后我听到有句话把我吓到了，我感觉我不能把他带回家，因为其中有一个大婶跟我说，你就把他带到前面某一个餐馆找老板。我吓到，如果说后来带回家，他可能……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就不问了，我就说我自己带回家。哦，面特别的有爱心啊！那我想平时肯定也是非常关注这个慈善事业，是不是？没有说特别关注，我觉得慈善是一个有心的事情，大家情绪在哪里，感应到了什么，就行为上感受什么。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，当你真的感受到你需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们也会做很多的事情。还有一个小问题啊，我不知道我们亮爷平时走南闯北啊，就是基本上是全世界在飞行啊，去过很多的城市。那么在我们这边的玉秀广电呢，是来自我们粤系的景点制作。当然了，在我们昆山呢，会有很多的标杆型的制作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的昆山也是一个生态自然宜居的城市。你看，我们今天来这么多业主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愿不愿意来我们昆山发展，或者愿不愿意来做邻居？这是要送我房子的节奏吗？没有错，房子还在练一个我当然希望能够经常有机会来到昆山，但我最最期待的就是站在舞台上面给大家唱歌，不管以后是怎么样的机遇，是专门跑过来吃大闸蟹，还是来给大家唱歌，我都非常开心。都可以，我想我们现场很多凉粉，有没有从上海或无锡或其他城市赶过来的？对于他们来说，是整场晚会到现在，就想说几个字：祝你等到你。我也是。而且啊，在我们亮爷在演唱《醉如流》之前，我们希望听到我版张靓颖，你们一起说三个字：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张靓颖，我爱你。然后唱最后一首歌之前，还有一件事情。因为其实有时候是我的人知道我刚刚唱错歌词了，加一首，想再加一首，所以新唱一首歌，你们可以挑一首，这是我的，这个、我的梦，小茹，我的梦吧，因为我以前有说过，我的梦，现场如果我唱错了的话，你们可以告诉我，我就作为一我的梦，他也背不出歌词，天下无双，我的梦。我的梦。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渺小的我了呀。
的梦，我的梦，我的梦，我的梦。记得歌词吗？我的梦。多几个选择呢？今天唱了一首，也许大家都会唱。他肯定不记得歌。我没有选择，我不再瞒着，原来最后吻如此冰冷，你只能不忍。我用每个瞬眼看着你突然，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。全是我们的。